第六段，往下走。
音色和音量不一样，嗯，就是说音量要尽量相同，音色相仿。对，这有那个飞，要是如果出了那音，不要噼里啪啦出去，让它出了那个点嘛，柔和的，轻轻的，哎，轻一点，是不是？Thank you.
稍微放慢一点。不要大。啦啦西知道吗？再来一次，你爱玩戏。啦，这前面挺好的。啦啦西来，来为什么不跟无名指？你伸那么大干啥？对呀、啊，再来。啦啦西压油，大一点，走下去。
一个数就行了。梆梆当噔噔当当大滴，梆梆梆当当当当。之后吧好一些，但是那个连贯起来的时候瘸，嗯，是不是啊？自己也能感觉到，嗯嗯，连和技巧练好了之后，我觉得它完整就可以。